给大家录一下那个《寄生前夜三》啊。这个 CG 还挺清楚的，也不算太清楚，有点马赛克吧。就不看了吧，破坏核心啊，这个好像是可以炸开的。现在还不能去。这个还可以炸开。那个咱们先不管他，先把东西拿了。应该是这个气球啊。浪费了一次复活。刚才那下没打到。反正打这一关也用不上复活，无所谓了。以后得换一把枪，刚才就应该换把枪。
没死啊！这武器其实还是蛮强的，就是有点不太方便，就是不能锁定，要自己瞄准。这个一般近处谁都顶不住啊！暂时换不了武器，就先不换了嘛。这可以疯狂的扫射。其实这个场景还蛮精细的，就高清化之后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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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哎呀！嘿，啊！视频今天就给大家录到这儿。